男朋友总是打游戏半夜才回来，于是我决定吓吓他，拿出蓝牙音箱和提前录好的敲门声，偷偷藏起来，鬼脸一张贴在门外。效果不错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哎呦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好戏开始。哎呀，哥，你说这不回来吗？啊，你说我，哥，我刚差点有个毛病，这吓死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哎呀，好巧不巧。哎呀，你说你没事吓我干嘛？还疼不疼啊？啊！你说，你说疼不疼？行了，别闹了，我都知道是你吓不到我的。